你要一个男人的美图干什么？我看看帅哥还不行吗？那你看我呀，啊！我不帅吗？美好心灵公益直播周三。 下周就要直播了，我都在干嘛呀？今晚来一局吗？嗯，还是不行。看来伤的不简单啊。 那等你好了，再约吧。他怎么发他的表情？该不会已经知道我是谁了吧？哦，不管那么多了，我还是自己救自己吧。 在，就算我再聪明。 也救不了守财。 高手在吗？怎么了？刚刚洗澡去了。 找你带我呀？手已经好了吗？好了好了。
2分钟。